亲爱的，你什么时候来骑我呀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等口够了钱，买了房子，我就会来骑你啦。这一句话我听过若干遍了，你到底骗过几个女孩？青海十万三千的走开了，他知道他们的爱情是需要时间的，不能心急，得慢慢的来。他也知道现在他和土贼的爱情是在不断的升温，是需要打基础的。我说亲爱的，你一定要努力了，以后不能再花心，要对我好，对我全心全意的好。那肯定是要对你好的，你放心好了，亲爱的，我一定会负责任的。当我听着他们的对话，我瞬间感觉到好感动呀，他们的爱情是如此的忠贞和纯洁呀。主人呀，你可别笑我们了，我们还希望你帮我们亲自主持我和土贼的婚礼的呀，希望我们的爱情能得到主人的支持和关爱吧。